早啊，各位同学。由于今天等一下要教的课文呢不在你们的书里头啊，所以你们要先到 classroom 去下载课文，先把课文下载了，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课文了，知道吗？所以你们要先到 classroom 下载课文，好不好？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把课文预备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堂啊。到 classroom 去下载课文。是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课要开始了。那，如果大家你可以打印你也可以在你们的手机或电脑上呢去看今天的课文啊。那你刚刚来的同学呢，我再讲一遍啊，今天的课文呢不在你们的书里头啊，所以你们要在 classroom 上面去把课文下载，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今天的课堂。我想统计一下，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课文的同学，可不可以打个 OK 让我知道呢？你已经预备好课文的同学，哎呀，你猜对了，哈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徐志摩啊，这位大诗人。好，我们看一看有几位同学是已经预备好的。对呀，这首诗有英文版啊，甚至有法语版啊，法语的，写的特浪漫。没有打印没关系啊，你可以在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其他的装置上面看就可以了。有课文的同学只有四位啊，只有四位 OK 吗？那我再等一下下好了。这篇课文我可能要分两节课来教啊，分两节课。那在教课文以前呢，今天大概啊，先节目预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先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徐志摩这个人啊，包括他的感情、他的思想啊、他的生平啊，然后呢，你才会更了解《再别康桥》当中的感情跟主题啊。所以呢，我今天会花不少的时间去跟大家聊徐志摩这个人啊，特有意思了，这个人啊。早啊，各位同学，那我还是再讲一遍啊，今天的课文呢不在书里头，所以请大家先到 classroom 上面去找你们的课文啊，找你们的课文。哈哈，对，没有错。在好几年前呢是没有《再别康桥》的中医的课程，是我把《再别康桥》
放到中医的课程里头的，哈哈，就是我觉得说真的，你们中医不念心事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念了，所以一定要在中医的时候呢，给你们讲一讲这首诗，还有这位诗人。你已经预备好课文的同学，请你打个 OK 让我知道啊。然后，大家都预备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讲今天的内容了。再给大家大概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问一下问题啊，包括静谦刚才提到的，他是为他所爱之人写的吗？啊，等一下也会讲到这一点啊。好，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啊，今天的内容很精彩啊，很精彩。好，那对啊，校长说这个其实徐志摩的故事啊，特别是他跟几个女生之间的爱情故事，等一下一定会提到的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精彩啊。除了有话剧，还有一部特别特别有名的电视剧啊，在台湾。叫做《人间四月天》啊，《人间四月天》啊，这个真的是轰动一时的。等一下也会给大家讲到这个部分啊。好，今天有三个学习重点啊，三个学习重点。第一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这位大诗人徐志摩啊。上一位我们讲过啊，在你们学诗歌，特别是新诗的，对，今天也要上载笔记啊，在学新诗的。这个课题里头呢，有两位诗人是不能够不知道的，不能够不认识的。第一位就是我们上一篇课文，作者叫什么呢？《清情散》谁写的？《清情散》啊，就是余光中先生。余光中先生啊，你们一定要认识他的名字啊，特别是他跟香港还是很有关系的。第二位呢，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徐志摩，两位都是大诗人啊。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还是要运用一下阅读诗歌的框架去分析一下这首诗歌的内容啊。那不论是近体诗，就是古诗还是新诗呢，我们用的框架是一致的啊，我们用的框架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还是用那个倒三角的阅读框架去分析《再别康桥》这首诗歌啊。最后呢，我们还是用闻一多先生他讲过的新诗三美呢，去欣赏一下这首诗的美在哪里啊。好，那我们就从徐志摩先生的生平要讲起了啊。那生平的笔记呢，大家可以简略的写就可以了啊，简略的写啊，所以用听的比较重要啊，用听的比较重要。那你们要写笔记的部分呢，就把它放在写那个内容分析就好了。我觉得生平呀，还有等等讲的一些种种的故事呢，都可以先不用写，好不好？不用写啊，所以生平跟他种种的故事呢，都可以先不要写笔记。当然你想写的话，还是可以写了。对不对？可是我检查的时候呢，我就集中检查大家那个内容分析的部分。我们先看到的是右下角啊，有一个照片啊，这个图中人是谁？图中人就是我们的徐志摩先生了啊，徐志摩先生，大家看着这个图片啊，你们觉得长得像谁呢？给大家猜一下，你们一看，哎呀，这个图片。那么眼熟呀，你们觉得图中人跟谁长得好像呢？你们猜一下，有没有特别的感觉？有没有那种气质啊？他的长相，笔记今天晚上吧，
还是今天晚上交，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啊，不着急啊，我们。跟谁像？你看他的眼镜，你看他的发型，啊，然后呢，他所流露的气质，他跟谁很像？有没有发现谁的影子呢？是不是我呢？哈哈哈，跟我有没有很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徐志摩呢？啊，他出生在一个啊。浙江海宁一个富裕的家庭啊，就是说他跟普遍的文人不一样。普遍的文人呢，我们看啊，都是出生在一个很贫困呀，一个不太富有的家庭。可是徐志摩呢，由于他的家庭呢，很多都是当官或者说是当商人的，所以呢，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啊，富裕的家庭。当然，一个富裕的家庭也给予他后来很多的机会啊，去开阔他的眼界啊，所以呢，富裕的家庭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他呢不爱受拘束啊，他可是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他常常呢就会让老师很生气啊。虽然是这样啊，可是他呢就是初学聪明，超柴备啊，就是说啊他的聪明才智呢，超过了他同辈同龄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不能这样说了。可是我的确觉得，聪明的人可能都是有一点皮的，有点皮。或者反过来说，皮的人呢，他通常要有聪明作为他的资本啊，所以他才能皮得起来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图片，你就可能不觉得他是一个皮的人啊，是不是？他好像文质彬彬的啊，可是他小时候呢，的确啊，有那种小聪明。好，那由于他，我刚才讲过了，由于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所以在1918的时候呢，在那个年代啊，能去外国留学的人呢，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你要负担起那样的一个经济的经济的一个费用呢是非常困难的，包括你去日本呐、去美国、去英国等等，这三个呢都是当时候比较热门的国家。比如说梁启超啊，他就去过日本留学等等，那些那个时候有名的那些文人呀，包括民国时代的那些文人都有去外国留学的经验，可是能够负担起那样的费用，包括在现在你也知道啊，在现在，你要去外国留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当代呢，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更加凸显了徐志摩呢，他的生平是很不容易的，很不一样的。那他呢，就怀着一股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的爱国热情，就到美国留学啊，所以他就希望去美国能够学一些西方的东西，不论是思想，不论是技术，然后呢就带回自己的国家，然后呢能够为国家奉献啊，这是他本来的一种想法。所以呢，他曾经去外国留学，是和我有点像是吧？我就等着你们说呀，怎么就只有两个人讲呢？对不对？难道其他同学没有发现吗？好，真的不要胡说了。那个徐志摩留学后呢，就回到北平啊。北平呢，就是北京啦。我们学过风雪中的北平，我们知道北平就是北京啊，成立了一个新月诗社啊。诗社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学校里头的那些什么学会啊，然后他就成立了一个是专门研究跟创作新诗的一个学会，叫做新月诗社，然后后来呢就发展成一个诗的风格，叫做新月派的一种诗的风格。那这个就比较倾向文学一点的内容，我就不在这边详细的讲。不过我就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徐志摩呢，他最擅长的一种文学题材呢，他不是写文章啊，他是写新诗的啊。徐志摩先生呢，他一生啊，真的很短啊，他死的时候呢才34岁，34岁啊，然后呢在一场空难中罹难，然后呢就去世了，非常非常年轻啊，所以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到美国留学，然后呢，家庭的背景很好，学识很好，然后呢，很有才华。他后来还在那个北京大学当教授等等等等的，他的才情啊，真的是横溢的一个人。可是啊，却这么早呢就已经去世了。那他为什么会在一场空难中罹难呢？这个要先卖个关子，先卖个，知道同学先不要讲啊，先卖个关子，知道同学不要讲。这个他的去世呢，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啊。刘伟东领的那个点点是什么意思呢？你的这个省略号啥意思？不认同吗？啊？好，那这个就是很短，因为他才34岁嘛。可是虽然他的人生很短暂，可是呢，他的故事还是很精彩的。虽然短暂，可是精彩啊！特别是哪个方面呢？哎呀，就是来自于他的爱情故事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图片呢，就是他的，应该这么说。应该是他的第一任的妻子啊，叫做张幼仪啊，张幼仪。那我们看到戴帽子的那位女生呢，就是他第一任的妻子。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他们两个要结婚不是他们决定的，在那个年代呢，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来决定的啊。由于啊，徐志摩的家庭背景很好嘛，刚才讲过，很富有，然后有当官的，然后张幼仪呢，的家也非常不错，也非常不错，也是做商人的啊，也是非常有钱的，所以两个家庭的背景呢都很不简单，所以呢两家发现对方有那个家庭背景非常吻合啊，在当代啊最讲究的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的爱情啊，不是讲什么你情我愿的不是讲什么天长地久的，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什么叫门当户对呢？就是讲两家的社会地位、经济的地位啊、家庭背景，甚至你家族的那个背景来判断的所以不是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那个时候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气，还是比较封闭一点的所以婚姻呀、爱情呀，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而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说了算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的家人就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呢，就把他们俩许配了给对方。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俩还不知道，徐志摩跟张幼仪根本互相都不认识对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要许配给对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两位都在外国都在外国在念书，他们毫不知情啊，对这桩婚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要许配给对方了，所以那他们就糊里糊涂的就结婚了，然后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在那个时候要结婚啊，还有选日子，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两个人的什么生辰八字呀，合不合得起来。那双方的家人呢，就把徐志摩跟张幼仪的八字拿来看一看，看他们俩人合不合嘛，合不合得来。然后一发现，哎呦，不合，不合怎么办呢？不合呢，就把它弄到合为止。怎么弄呢？因为张幼仪的年份跟徐志摩的年份，就是那个出生的年份不合，所以呢，张幼仪的母亲为了要成就这桩婚事，她做了什么呢？她硬生生的把张幼仪的出生年份改早了2年，改早2年啊，就是说，所以张幼仪就比她真实的年龄长了2岁，这样呢，她就跟徐志摩的那个年龄就合得起来了。所以你看，为了要成就这桩婚事，那个女的还白白长了2岁，这个对女生来说是特别灾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之后总算他们两个就结婚啦，对不对？结婚。可是徐志摩喜不喜欢张幼仪呢？一点都不喜欢她，完全不喜欢。他一看徐志摩刚从外国回来，
所以你要留意啊，我刚才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啊他到过外国念书这个点呢？我们先不讲这个什么爱恨情仇的事情，我们先回到下面我讲啊，去美国留学先不讲留学好了，其实啊，你只要去旅游，你就可以看那个，你去旅游就能够察觉一二，就是说每个地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跟中国的文化就很不一样啊，所以你去留学呢一个几年的时间，肯定会受到当地的文化思想所影响，然后我们猜测最大的影响对徐志摩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从本来封闭从本来比较封建的思想会变得怎么样？请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个人从比较封闭比较一个旧的思想他去一个美国到西方留学了以后，对他的思想会带来什么改变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没事啊。你如果是因为各种技术的问题，你没有听我刚刚20分钟的课的话，你可以到 YouTube 上面看重播。我所有的课堂我都有录音，然后我就放到 YouTube 上面，所以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翻看啊，包括你们之后要温习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对啊，金星告诉我们，开放还有没有啊？开放是一个啊，开放。所以呢，从比较封闭的思想呢，就变得开放起来，包括对爱情啊，对，特别是爱情的追求啊，就不再是那种什么盲婚哑嫁的那种地步了啊。所以，徐志摩从美国回来，他一看这个张幼仪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对，觉得应该自由恋爱，对不对？很好啊，两位同学讲的啊，有意见的可以再接着提啊，随便提。徐志摩从外国回来，一看见这个张幼仪，我就说了嘛，因为不是他们俩选的嘛，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长辈选的嘛。然后呢，徐志摩就看，哇，这个土包子，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土包子？就是一个长得很乡下的一个女生，她的长相就不是徐志摩喜欢的那个类型。等一下你们看徐志摩与真正喜欢的那些女生呢，真的跟张幼仪长得很不一样啊，不是同一种风格的啊，所以徐志摩呢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对她啊，所以呢，徐志摩为什么还是要跟她在一起呢？就是只有一个原因，你们猜为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婚姻呢都有一个功能的，哎呀，我这样讲真不好，可是我还是得这么说。那时候的婚姻对整个家族、对整个家庭来说呢，只有一个功能，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一起，我才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才不管你有没有感情，你只需要达到一个功能就可以了，什么功能呢？嘿嘿嘿，你们猜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家族利益联姻啊，但诶，这个很好啊，这是一个更深的东西了。这还不是我刚刚想到的那个答案啊，可能是有一些家族的利益，比如说政治上面呀，或者说生意的来往呀，对，壮大自己家族的企业都是可以的。可是还有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一个目的，对那个家族、对那个家庭来说，有更直接的，就是对。哎呀，没有错，就是生孩子嘛，就是传宗接代，生孩子。所以呢，徐志摩跟张幼仪虽然他们两个，虽然徐志摩不喜欢张幼仪，可是呢，徐志摩呢还是跟张幼仪生了两个孩子，生了两个孩子。那你有仔细听的话呢，其实我没有说两个互相不喜欢，两个互相不喜欢，只是单方面的。单方面，徐志摩并不喜欢张幼仪，张幼仪呢是非常喜欢徐志摩的。张幼仪很喜欢徐志摩，一来就是非常仰慕他的才华，仰慕他的才情，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很喜欢他？等一下你们就会
更明显了。所以徐志摩跟张幼仪呢，啊，就是这样子，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呢，只有任务，只有义务啊，只有功能，只有目的啊，他们两个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啊，徐志摩跟张幼仪呢，是只有婚姻，没有爱情。只有婚姻，没有爱情啊！这是徐志摩一生当中呢第一个女人。徐志摩一生当中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女人呢、啊，这是他第一个啊。再来呢，我们看他第二个女生。哎呀，这个真的是要看了。哎呀，这个叫做林徽因啊，林徽因啊。那林徽因她是怎么认识的呢？徐志摩啊，就是再次跑到外地啊。跑到外地去念书的时候呢，啊，好像那个时候已经是要做研究了啊。那他不是先跟林徽因认识的，他是徐志摩呢，是先跟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认识的，林长民认识的。那然后呢，徐志摩就因为林长民认识他的女儿林徽因啊，然后呢，他一见钟情。一见钟情，他就看见，哎呀，林徽因长得太美。的确啊，那个时候林徽因真的是很美的啊，就是所有的男生都为之疯狂啊，包括很多女生，男生很喜欢她。当然，这边要讲的话就是更复杂一点，包括还有梁思成啊，梁思成跟林徽因跟徐志摩啊，还有一个人叫做金岳霖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很多很有名的哲学家、文人啊，我对。这个年代的历史特别熟啊，我对啊这个明代的历史呢，我特别熟悉。那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啊，这个哎呀真的是太好太有意思了，这几个人，特别是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价值观是非常有意思的，太好看了。刚才讲到徐志摩跟林徽因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对不对？然后呢，徐志摩就开始追求林徽因，怎么追求呢？就非常的浪漫，然后疯狂的写诗，写很多很浪漫的诗给她，包括一首很有名的叫做《偶然》，偶然的诗歌啊，那就是不断的在追求林徽因。可是呢，刚才有好几位同学也提到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徐志摩先生呢，他还是有妻子的。在那个时候，在他喜欢林徽因的时候呢，他还是张幼仪的丈夫，他们还没有离婚。可是张幼仪知不知道徐志摩喜欢上别的女人呢？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徐志摩因为他在外地嘛，他就写信给张幼仪，叫他过来，你帮我嘛。对不对？就叫他到外国来，然后其实他一直有发现徐志摩在写一些外语呀，用英语、用法语写一些很浪漫的诗歌，在追求林徽因。张幼仪都知道啊，这是他默不作声啊，默不作声。最惨的是什么呢？最惨的就是当徐志摩啊，徐志摩啊，当不是当张幼仪准备要为徐志摩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徐志摩突然给了他一份东西，要他签。他把一份文件推给张幼仪，推给张幼仪。张幼仪怀着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然后他摆在他桌上的，你们猜是什么？徐志摩是脸带微笑的，脸带笑容的，把这份文件推给怀孕的张幼仪，就是一份离婚的协议书。他把一份离婚书递给他正在怀第二个孩子的张幼仪，张幼仪含泪的签下来了。然后他签完了，抬头一看，徐志摩不是在哭，而是在笑。他说：“哎呀，徐志摩终于能……徐志摩想，哎呀，我终于能摆脱这个女人了。”所以刚才为什么好几位同学说啊，徐志摩虽然有才华，可是他是一个渣男，是不是？他是一个风流的才子，的确啊，他在感情上面，等一下也会讲到啊，包括他的师父也曾经公开的去责骂他这种行为，可是徐志摩不管，
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种种，他去外国留学，他认为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爱情应该是浪漫的，是自由的，而不是由家人，不是由父母来决定我的爱情，我的婚姻，所以他毅然的就跟他第一任的妻子张幼仪离婚了，然后呢，他就去追求林徽因，啊，追求林徽因。所以呢，徐志摩就非常喜欢他。那林徽因喜不喜欢徐志摩呢？他也喜欢，啊，他也喜欢他啊。然后甚至到后来呢，啊，整个徐志摩的所有的诗呀，是林徽因把徐志摩的作品把它编辑成啊徐志摩集的啊，就是说把它编成书的，就是林徽因的功劳啊，把徐志摩的作品呢，把它编成不同的书啊，这也是林徽因的功劳。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两情相悦的，可是最终并没有结果啊，并没有结果。因为林徽因要再讲呢，就要讲到林徽因的家庭背景了啊。你不要看图片里面的林徽因好像长得还挺淑女的，当然她长相毋庸置疑，对不对？很漂亮。可是她的性格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林徽因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里面呢，就是说，从原配生下来的就只有他一个女生，没有男生。然后家里面所有的男生呢，都是由林长民其他的妻子生下来的。所以林徽因呢，从小呢就觉得她要争，她要在这么多的弟弟面前，她要争地位、争出头啊。所以林徽因呢，也不是觉得，她也不愿意只被一个男人所束缚啊，所绑着啊，她不愿意一生只跟一个男人啊，所以呢，林徽因很倔强，然后呢，徐志摩呢很风流啊，所以两个人两情相悦，可是呢，还是没有好的结果。那刚才提到啊，徐志摩在34岁的时候呢就死了啊，他怎么死的呢？也是跟林徽因有关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徐志摩要坐一个飞机啊。坐的还是一个邮政机啊，要去看林徽因的一场演讲啊，可是殊不知呢，到济南，济南就是在北京的一带那个飞机呢就出事了啊，然后呢，徐志摩呢也就在空难中死了啊，所以徐志摩的死呢也是因为林徽因啊，徐志摩也是因为林徽因而死的啊，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故事呢真的是很纠结啊。那在他死之前呢就是因为，他也知道，他跟林徽因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呢，他又迎来了他，第三个女人，在他人生当中第三个女人叫做陆小曼，是他第二任的妻子陆小曼。那陆小曼呢就不多说了，因为他们俩，相处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很多啊，并没有很多。然后，可是呢，有一本现在你还能买得到的书啊，现在还能买得到的书呢，叫做《爱梅小札》，《爱梅小札》啊，就是叫做梅，就是陆小曼的一个昵称啊。徐志摩叫陆小曼呢，叫做梅啊，《爱梅小札》就是这本书呢，里面全是徐志摩跟陆小曼之间的那些情信。哎呀，想不想看呢？哈哈哈，情信就几乎是一种最隐私、最私密的内容了，对不对？他们俩之间怎么样的浓情蜜意啊？他们俩写情信会写什么呢？怎么写呢？对不对？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第三位妻子呢？好不好看？我觉得真的没有林徽因那么好看啊。可是陆小曼呢是不一样的啊。对，刚才讲过了，不用抄啊，你也没什么好抄的，对不对？用听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去找啊，网络上很多很多关于他们的材料啊、书呀，等一下我也会推荐一下给大家，包括这一本志摩他亲自所写的《爱梅小札》，然后陆小曼她也是来自一个很富有的家庭然后她喜欢陆小曼呢，就觉得她很有品位，陆小曼呢也是一个在外地念过书的一个女生，所以她就觉得哎呀，这个女生很有品味呀，她喜欢的东西跟我很差不多，所以呢，她就跟他结婚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徐志摩已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可是呢，钱不够用，在那个时代呢，当教授已经算是
工资非常非常好的一份工作了啊。可是呢，陆小曼她是做什么的呢？陆小曼就是什么都不做，呵呵，她就是在家里面每天开 party，然后呢，就是叫她那些艺术家啊，然后一些政治家、文学家等等那些朋友呢，到她家里面开 party。然后陆小曼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人，啊，每次开 party 呢都要喝最好的酒啊，吸最好的那种。吸最好的雪茄啊，然后喝最好的酒啊，吃的要最好的，等等等等。所以每次要开 party 的时候呢，花费都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些 party 呢，当然徐志摩不能去嘛，因为他在工作。所以徐志摩很大部分的工资呢，都拿来被陆小曼开 party 用的，哈哈，对不对？所以徐志摩就觉得养这个女生还是挺累的啊，所以。陆小曼呢？你看，看样子她还是长得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那种女生啊，所以你们可能看不大出来她是这么外放，然后这么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的一个女生。那所以陆小曼有同学讲到啊，徐志摩喜欢陆小曼没什么嘛啊，徐志摩就常常在喜欢不同的女生，可是陆小曼竟然也喜欢徐志摩，为什么？难道陆小曼不知道徐志摩的事吗？当然知道啦，对不对？我刚才没有讲啊，徐志摩在跟张幼仪离婚的时候啊，他不是只有把那份离婚协议书给了张幼仪，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哇，在那个时候，你做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被杀头的。他不但是离婚，他还更做了一件事情，也是跟离婚有关的。他做什么呢？他把他跟张幼仪离婚的事情，把他自己花钱把这件事情要登报了，写在报纸上面。啊，我徐志摩啊与张幼仪离婚，啊从此再无瓜葛。他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大大的登在报纸上面，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陆小曼是不会不知道的，包括陆小曼，她肯定知道徐志摩，包括跟张幼仪、跟林徽因的故事，然后当然，徐志摩这么登报，惹来很多很多的攻击跟批评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普遍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喜欢另外一个女生而抛弃他的妻子，更何况，是。为他生下了孩子，所以很多人就像你们一样，猛烈的攻击这个徐志摩，一直批他，一直批他，说他是渣男等等等等等。可是陆小曼就是喜欢上他，呵呵，所以你们也可以猜到陆小曼她这人的那种性格呀、风情啊是怎么样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徐志摩一生当中呢就有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就是第一个张幼仪。再重复一遍啊，张幼仪总结来说，就是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这是张幼仪。来到林徽因呢，林徽因才是我觉得徐志摩的初恋呐，林徽因才是徐志摩的初恋，张幼仪不是，他对她根本就没有感情所以徐志摩跟林徽因呢是只有爱情。可是没有婚姻，开了花可是结不了果的那种。那徐志摩跟陆小曼呢，就是最圆满的了，又有爱情又有婚姻所以可以这么来总结徐志摩这一生当中三个最重要的女生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女生，但我们现在是从徐志摩的视角去讲的我现在是从。徐志摩的视角去讲，可是如果从女生的角度去讲，也是很有意思的。包括我觉得林徽因，林徽因她的生平也是很有意思的。包括不但是徐志摩，还有梁思成等等的梁思成也是一个特有意思的人特有意思的人我讲一句好了，梁思成呢，是很有名的人梁思成。你们知道梁思成跟谁很有关系吗？
先喝点水啊，等一下。梁思成呢，就是跟徐志摩也喜欢林徽因啊。然后呢，梁思成当然知道徐志摩喜欢林徽因呢。可是我就讲一件非常君子的事情好了。梁思成知道徐志摩，我刚刚说了空难嘛，然后他就在济南那个时候死了。当然，林徽因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嘛，对不对？啊，所以。梁思成知道徐志摩死了，那徐志摩对梁思成来说就是他的情敌嘛，因为两个他们俩追求同一个女生，喜欢上同一个女生，所以他们俩是情敌的关系。梁思成知道徐志摩发生意外了，他是第一个开车载着林徽因去那个济南的那个人，他是第一个。所以梁思成绝对没有什么幸灾乐祸呀，他是照顾林徽因的心情啊，也同样的没有顾忌啊，他跟自己是情敌的关系啊，他第一时间就跑去开车，然后就载林徽因去意外的现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梁思成真的，我们要说什么是君子的话，在民国很多真正的君子啊，都在那个时候的啊。徐志摩的先生是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你们在中三的时候会读到他更多的文章，包括什么《最苦与最乐》呀等等的。他梁启超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文人了等等。你们念中国历史的时候呢，你们之后就会读到他的名字。梁启超读到徐志摩，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徐志摩登报把他离婚的事情登报了，然后梁启超当然看见了，他就以老师的身份呢，就写了一封信，劝劝他啊，然后呢就跟他说，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益自己之快乐，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益自己之快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可以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嘛。就是你不能因为你喜欢林徽因，然后你就不理会张幼仪的痛苦啊，就这么说的。然后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这么写信给他，对啊，还有校长提的那篇课文啊，也是在中三的课程里面会读到的。徐志摩竟然不服啊，还反驳他的老师啊，我们就看红色那部分好了啊。我们就看红色的部分，徐志摩怎么反驳他的老师呢？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就怎么样，就觉得很合理嘛，啊，就是为这是我的人权，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爱现成呢？人谁不畏艰险呢？啊，他就说觉得人是应该要突围而出的，不是应该只是安于现状的。啊，他觉得他一生当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一个爱情观，就是要自由自在的去寻找他灵魂的伴侣，他终生的幸福。得到了就是我的幸运，我的运气；得不到那就是我的命运，如此而已。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他就是永远永远的把爱情放在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位，真的是第一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爱情、自由、生命啊，这三样对徐志摩来说同样的重要，可是他把爱情放在第一位。当然，这个爱情是自由的爱情，懂吗？啊，徐志摩这样的人啊，所以啊，我们大概不要只有什么渣呀这种形象啊，我们为什么讲那么多啊？徐志摩的生平还有他的爱恨情仇呢？就是我们希望更立体的来看这个人，他不是只有渣的那一面啊。我们要理解他所谓的渣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包括西方的思想带给他的影响啊，他代表的那种自由、那种开放的思想，去看这样的一段故事。所以，当然，我看很多同学就说他不好呀，说他渣呀，等等等等的啊，
可是，你说他是不是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呢？对不对？他该做的还是做了吧。我这么觉得，我还是为他辩护一下好了。我给大家另外一个视角去想事情啊。他不是把他该做的都做了吗？他还是对张幼仪负责了，对不对？他还是跟他离婚了，他没有拖泥带水的啊。他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讲得很清楚，他起码不是含糊不清的、很暧昧的啊，一直在纠缠、在拖拉，他不是，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想？徐志摩还是很清楚的啊，他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我们把该做的孩子生了嘛，我们的义务、我们的功能就已经达到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剩下的我是不是该到我去追逐我自由的恋爱了？是不是？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徐志摩是很不容易的啊，他是一个勇敢去爱、勇敢去活出他真正的自我，勇敢的去表现的一个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很单方面的去批他，就说他渣，就说他不好啊，什么什么，还是可以从别的角度、别的一个方向去看他啊，对不对？OK，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啊，我的看法，我刚刚的说法啊 所以刚才讲到的他的死呢，也是跟林徽因有关的啊，就是徐志摩因为要去捧林徽因的场啊，因为林徽因要办一场演讲啊，讲的是建筑艺术啊。这个林徽因跟梁思成这一对夫妻呢，他们两个就是中国建筑史之父了啊。中国建筑史呢，就是由他们俩开创的啊。林徽因跟梁思成这一对的夫妇啊，然后徐志摩因为要去捧场，可是在一个邮政机上面呢，就在大雾中遇上空难，所以呢，他就死了。好，那这个图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人间四月天"啊，"人间四月天"啊，这个在应该是1990几吧，我都忘了那个年代播的一个在台湾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人间四月天"啊，"人间四月天"这个电视剧的名称呢，来自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一首诗，有人这么解读了。当然有人说啊，不是写给徐志摩的，是写给他自己的孩子的。不管啊，我们就说《人间四月天》来自林徽因的一首诗，叫做《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啊。然后呢，那个编剧就拿了这首诗题来作为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人间四月天》。我猜大家应该是没有看过的，可是我想邀请你们问一下。你们如果你们的父母在旁边啊，或者你们的家人在旁边，你们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我猜一定有人看过，我肯定，好吧，因为真的太红了这部电视剧，真的太红。包括我介绍一下啊，这个中间的当然就是徐志摩了，然后呢，这位女生站着的画面比较大的就是林徽因了。林徽因，徐志摩，然后下面的这个呢，就是张幼仪，上面的是陆小曼啊，所以这个剧照呢，就是由刚才提到的徐志摩跟三位他人生当中的女生来组成的，哟，是不是啊？有同学说是我妈拖着我看过啊，可能你已经出生了吗？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吧？90几年的时候播的，我记得是。总而言之是非常非常的红，你们赶紧问一下你们的家人有没有看过啊？我肯定有同学的家人是看过，因为真的是太红了。然后中间呢是黄磊啊，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做男主角的是黄磊啊，来自大陆的一位演员。然后这位呢是很有名，到现在还是很有名的周迅啊，周迅啊，周迅啊，黄磊，然后还有伊能静。还有伊能静等等啊，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那这部电视剧呢就非常红啊，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红到一个地步呢，林徽因的我忘了是第几代的儿子啊，林徽因的不知道第几代的儿子，他实在
受不住了，因为不论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几乎在全球所有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讨论这部电视剧啊，带来很多的风潮，包括很多人对民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就非常的倾慕啊，觉得特有意思。然后呢，林徽因的我忘了是第几代的儿子就站出来说，不要再说林徽因了，林徽因根本跟徐志摩没有谈过恋爱。什么什么什么的，要出来讲话了啊！当然，应该不是啊，应该是真的有的啊，只是连他的后辈，连他的后代呢，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在那个时候所造成的轰动呢，是非常非常大。当然，这部电视剧也不是完全按照历史来拍的，当然当中会有一些改编啊，就像什么武侠剧啊，都一定会有改编的，所以这部当然也是。不是完全100%按照历史在走的，啊，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啊，那些主题曲啊，然后可以看一看它里面的某些片段哈。黄磊你们认识啊，对不对？啊，黄磊以前是很瘦的，现在很胖，你们现在看黄磊还是在某些综艺节目很活跃，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包括周迅也是一样啊。好的，我们。讲完了徐志摩的生平跟故事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部分大家开始要写笔记了，好不好？大家预备一下你们的笔跟笔记，大家开始要写笔记了。讲了50分钟，其实还可以接着讲啊，要讲徐志摩的故事，真的不止50分钟。好的，那这个题目呢，叫我们要学的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再别康桥》嘛。啊，那康桥到底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我们来啊，它跟徐志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讲一讲啊。第一，我们先来讲康桥到底在哪里？康桥呢，在英国啊。刚刚哇，我好羡慕呀，校长去过，我没有去过呀，我好想去啊。本来哎呀，暑假可以去的，现在不能去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康桥呢？在英国著名大学啊，剑桥大学，它剑桥大家都知道嘛，Cambridge 就是，全球啊首屈一指的大学啊，什么牛津呐、啊、等等的都是齐名的一所大学啊，很多很有名的什么诺贝尔的得奖者呢都是啊从这里面出来的。然后呢，它有一条河啊。你们看图片呢，你们可以看到一条河，所以康桥呢，就是在一条河的上面啊，其中的一道桥啊，就叫做康桥，啊，在英国的剑桥大学里面。那徐志摩的一生当中呢，他曾经到过康桥3次，曾经到过3次，我会慢慢的讲，然后呢，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呢去写你们的笔记啊，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你们的笔记。第一次呢，就是在民国11年啊，他去剑桥大学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个特别生，特别生啊，就是做一个学生了，做学生啊。当时候他的感情线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热恋林徽因，然后呢，坚持与夫人张幼仪离婚所承受的无比压力。虽然徐志摩他一生，他就很坚决嘛。对不对？他的感情呀，他的思想都是倾向开放的啊那一派。可是呢，他不会没有压力的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来自他的老师给他的压力啊，梁启超先生给他的压力，还有他的家庭呢，对不对？他的家庭一定是给他很大很大的压力的啊。所以几乎没什么人支持他这样的做法，真的。没有什么人支持他离婚的决定，所以他自己一个人为了追求他所谓的爱情、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浪漫，啊，他自己一个人在承受着无比无比的压力。这是他第一次啊去啊剑桥的一个背景。他3次去剑桥呢，其实都写了不同的作品啊，包括是诗、是散文。那他在第一次的时候呢，也写了一首，可是不是《再别康桥》，不是《再别康桥》，而是我所知道的康桥。啊，等一下，
可能会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我在这边稍等一下下，让你们写一写笔记啊。好的，那我们接着看第二次呢。第二次在民国15年的1月啊，就是隔了4年啊。4年以后呢，啊，为什么这一次要出国呢？就是因为要去散散心的。上一次呢，就真的要有正事要做。上一次就是要做学生嘛，去读书。那第二次呢，就是为了要散心的，因为啊，他。心仪的林徽因呢，我会啊，所以你没写完的同学，我会在下课后呢，也是把笔记上载到 Classroom，所以不用担心啊，你也不要，不用告诉我说，哎呀，没写完了，老师，没关系，你下课后自己去写啊，我再过个5分钟就讲完了啊。情感上，他心仪的林徽因呢，就跟他的夫婿啊，就是梁思成啊，就去美国留学了啊，然后呢。他跟陆小曼呢互有好感，闹得满城风雨，所以呢他就躲避非议，选择出国散心啊。刚刚没有提到一点了，就是他所喜欢的那个陆小曼呢，其实当时候啊是别人的妻子啊，所以他喜欢的第三个女人呢是别人的妻子啊，当然就闹得满城的风雨哇，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渣怎么可以喜欢上别人的那个老婆呢啊？林徽因是有老公的，不是徐志摩，而是刚才提到的梁思成，思想的思，成功的成，梁思成啊。所以呢，他就为了要躲避非议啊，哎呀，校长要走了，我们跟校长说再见吧，拜拜。校长常常来支持我们了，是不是？真的特别好。梁思成，当然就是跟梁启超有关系嘛，对不对？梁思成的父亲就是梁启超啊。好，这是第二次，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呢，他还是写了一首诗啊，去讲他当时的心情啊。可是呢，还不是。我们要教的《再别康桥》，那我们真正要教的《再别康桥》呢，在他第三次啊，第三次，就是民国17年啊，徐志摩真的啊，陆小曼跟她本来的丈夫离婚了，然后呢，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啊，第2年，这句呢很特别啊，无法忍受自己追求的浪漫之爱，几近。幻灭，他公开的理由是看望国外的老友啊。先不讲前面的啊，他要去探望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罗素。罗素是谁呢？罗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你们自己去打他的名字，Google 一下，你们就知道。罗就是姓罗的那个罗，素呢，朴素的那个素啊，朴素。罗素这位大哲学家，他跟他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啊，他以这个。为理由呢去找他，公开的理由就是找他，当然真正的理由呢也是去散心的。那回到前面来说，为什么他不是跟他喜欢的人结婚了吗？为什么会说无法忍受自己追求的浪漫之爱几近幻灭了？因为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真的，什么说婚姻就是恋爱的坟墓。啊，当两个人步入婚姻、踏入婚姻的时候呢，那种所谓的浪漫呀，那种所谓的爱呀、感情啊，就慢慢的会淡掉。
所以呢，当徐志摩也是一样，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了，他本来就向往着，哎呀，他经历了跟张幼仪那段完全没有感情的婚姻，所以他非常向往，非常期待跟陆小曼的婚姻会充满着感情，充满着浪漫。殊不知呢，也没有，怎么这种浪漫这种感觉去的那么快呢？怎么了？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叫什么理想跟现实之间的矛盾落差，所以呢，他就哎呀，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对徐志摩来说，他真正所追求的那种爱情，不是要结婚，不是要开花结果，是不断不断的要在一段感情当中，在一段关系当中。所以三个女人，你看见没有？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其实徐志摩由始至终在哪个女人身上能够体会到、感觉到最大的那种、最接近他理想当中的爱情的那个人呢？是谁带给他这种感觉呢？不是张幼仪，绝对不是张幼仪啊！其实也不是他后来第二任的妻子陆小曼，而是林徽因。最接近徐志摩所追求的那种自由的浪漫之爱，而不是跟陆小曼，哎呦，画上句号了，咋就？啊，这就完了，结婚了就没有感情了，就没有浪漫了，对不对？就好像被一个女人就绑死了一样，啊，这个是徐志摩，我们要理解他的爱情观，他的价值观是这样的。OK，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徐志摩跟康桥之间的关系啊，也就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也就在第三次，他写下了《再别康桥》这首诗歌啊。那讲到这边呢，我们还没有开始讲课文了，真的是完蛋了，同学，我再讲一下下好了，不然的话我怕下一节课。要不要呢？我看一下，嘿嘿，我再讲一下下好了，我再讲一点点啊。我们看一下呢，这边是徐志摩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吸烟与文化》，他写的一篇散文里面叫做《吸烟与文化》，它里面提到了他跟康桥之间的关系，他谈到了他对康桥的一些感想啊，我们要特别的去看，他说我也叫明在英国念过2年书啊，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就是在剑桥大学。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啊！他觉得他对康桥的印象是正面的啊，他说生怕这辈子再得不到那样密田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然后呢，他接下来讲那很重很重的话，我们要特别留意康桥对徐志摩带来什么影响呢？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瘾是康桥教我争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所以总的来说，康桥就是孕育徐志摩一个思想、文化、价值观、人生观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挑《再别康桥》来读呢？就是因为康桥对徐志摩真的影响非常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推断的，是他自己说的。这个我就是徐志摩本人啊，他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不是讲真的那双眼睛嘛，讲的是他的眼界，他的眼界是徐志摩教他睁的，这段不用写啊。七页这一段就不用写了。然后呢，他拿自己在美国，他去过美国嘛？美国，他先去美国，后去英国的啊。他就拿自己在美国跟英国的时光来做一个对比跟比较。他说我在美国有整2年，在英国也算是整2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啊，赢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什么？散步、划船、
啊，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下午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哇，你看这个对比，在英国一直是忙啊忙忙什么的，上课、听讲、做这做那的，在康桥呢，他忙的是生活，他真正的在享受生活，对不对？哎呀，我们如果我能够在康桥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真的是太浪漫了，对不对？太享受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可以看见啊，徐志摩三次到康桥，他在第三次到康桥的时候写下了《再别康桥》这首诗。最后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康桥是孕育了、影响了徐志摩很大的一个地方啊，包括啊，孕育了他的价值观、他的爱情观、他的人生观等等等等的。OK，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好不好？然后下一节课呢，我们才正式的来讲诗的内容啊。今天先给大家了解一下啊，徐志摩的生平啊，他的背景等等的。哎呀，讲了1个小时还没讲课文呢，不能被校长知道啊，对不对？不然他就说，哎呀，你这个老师怎么搞的？讲了1个小时，课文还没开始讲。可是我刚刚讲的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刚刚所有讲的一切都是对我们阅读啊这首诗有更好的一个基础，好不好？好，大家可以开始点名了，在你们的聊天室输入你们的班别序号。哎呀，今天人这么少，怎么搞的？我又要打电话了吗？来，开始点名吧，同学。笔记呢，大家晚上再交啊。我等一下下课后呢，你们给我5分钟吧，5分钟后我就会把今天的简报放到 Classroom 上面。然后你们笔记没写完呢，就可以看着那个简报自己去写笔记啊。哎呦，就这么点人不是吧？你是在吓我吧？没了？有27个人呢，不是吗？其他人在哪儿？我的天呐！不会是我的？稍等一下啊，功课就是你们的笔记，上载你们的笔记。很好啊，你们如果知道有同学他不能登入、不能留言的话，你可以替他点名啊，像那个诗晴跟宝英一样啊，你可以互相帮忙一下。我知道各种原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们解决，你们就找同学啊替你点个名就好了。B 班只有这么点人了，不是吧？好，我再等一下下啊，大家点名都点完了吗？点完了吗？班别序号啊，你们班群里面提醒一下同学要来上课。已经没有了，B 班这么多人缺席啊，今天不会吧？你们是不知道要上课吗？好，我还是问一下好了，先从 B 班的开始啊，陈俊熙、陈希林、陈浩明、刘奕哲、
卢正雨、施俊维、王俊贤、胡兆宏、李以文、C 班的陈子朗、陈俊彦、庄心凌。C 班的今天很好啊，缺席的不多，大家的 delay 还是蛮严重的，是不是？过很久才听到我讲的话。OK 吗？其他同学不在了，是不是？再点一次啊，陈俊熙、陈希林、陈浩明、刘义哲、卢正雨、施俊伟、王俊贤、胡兆宏、李以文、C 班的陈子朗、陈俊彦、庄心凌在不在？好的，那不在的话，我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吧，好不好？大家再见。